今日就带大家嚟到福隆嘅海水浴场，去睇迪士尼100周年嘅沙雕展。福隆海水浴场位于新北市嘅海边，乘搭台铁去到福隆站就到，车程大概1个几钟。呢度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沙雕艺术季，今年就同迪士尼合作。由即日起去到10月22号，推出全球唯一迪士尼100年庆典主题沙雕展，邀请超过15位台湾同埋海外嘅沙雕师，合力打造出71座主题沙雕，当中迪士尼主题嘅就占66座，共分为6大主题，将大家平时熟悉嘅卡通角色变成一座座黄金沙雕。一行到入去就见到经典迷奇同埋电影胶卷。行入啲，仲有小飞象、木偶奇遇记，同埋近期大热嘅公主系列等等，全部象征度都100分。喺 Pixar 园区就梗系唔少得 Toy Story 同埋怪兽公司系列啦，大家可以近距离打卡。不过要小心，唔好整到沙雕。除咗沙雕之外，旁边嘅沙滩亦都系一个必影嘅打卡位。面向住一望无际嘅大海，绝对可以影到靓相。如果居住附近嘅福隆大饭店，仲可以体验到风帆、独木舟、SUP 等等嘅水上活动，玩到咁上下，记得要去埋隔篱嘅 Starbucks。呢一度系全台第一间海边 Starbucks， 可以直望住海景，真系超级超啊！门票收费方面，成人为150蚊新台币，而小童同埋长者就系75蚊新台币，仲有埋套票。嚟紧会去台湾嘅你，不妨趁机去打下卡啦！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